那一段，那个美轮美奂，在花莲多待一天，相信是值得的。其实还是可以开车过去，不过既然走到这里，这个是崇德步道，就从这里走看看。对，反正我今天 schedule 就是在这里了，过去还是要回来，不是去就结束了。不，你从那边过来还是要回来，是。话说这边的蚊子还真多啊，这海边的蚊子不得了。先走到这个平台，哇，这就是终点。还好，我走一下。那个应该只有我走到这边，但一般正常人大概上个厕所就离开。独享，对，来到这里，好，来走清水站，冷水隧道，应该是过了这个测速照相，过了这个隧道就可以到那个清水段来停车场。前方区间测速终点，怎么会停车的感觉？因为去车太爽了，喜欢末端有个停车场，我就可以照这个全台湾最美的海景，就是听说是清水段，没有走过阿朗伊，先来走清水段来。上次新加坡的朋友我就啊修接我满载，反正我自己来。卡丁，仁青隧道，进行脚踏车，隧道都长得一样。这个是和清隧道，就路口上面的牌子跟出口有时候长得不一样。失去卫星讯号，天哪，好害怕，没有信号了，干干。嘎嘎，妈妈，我嘎嘎。好，出来了，明天。导航开始。
GPS 一直给我带，往后带，一带又带更远的地方。哦，这次看到那边有人在那边那个 view， 打算去那边走走，看看那边是不是什么 special 的地方。那不过因为我脚程快，所以应该动作起来应该会更有效果。左近泰的歌没有说这是什么景点。我这个厕所感觉蛮舒适的。这个好棒，超想踩一下中的啦。0K+150，清水降来。真的 GPS 都搞我被抓了，明明我刚刚就到，明明我刚到，就跟我说不是，我要继续走，去那边又绕了一圈又上来。不过那个 view 还行啊，就算回转到好了，我觉得也是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东西。不过就我说的，蚊子特别多。我们在看猴子，刚刚听说猴子有探出半个尾巴，哦。这个清水断崖这个平台看看，应该可以看一下吧。不行，我去又会挡住烂。没有，那边桌子会挡住烂。烂，不是烂。烂。烂。你给我调个烂。烂。烂。好烂。烂男人，我哪里懂烂男人？极美的，不要冰胶，让它真实的影响那个洞。冷冷的，捞一下。哇，好漂亮的水。继续走。好，这我不由得吐槽一下，这个风景美，不管你拿什么相机，烂相机、傻瓜相机，怎么拍一定都好看，是不是？风景美最重要。我还想说，我拿那个1200万像素的，哦，那个Zenfone 3还是6。我看这样子啊，你看哇，真的，赞赞赞赞赞，真是太美了，舍不得离开，舍不得离开。哦，那你运气好哦，马上被你遇到。载货的，那个，这个应该是里面有冷气，哦，应该是全台湾应该是至少是五星级的那个，那个叫什么管理员台吗？还是说有冷气？赞。稍微管理一下。
大清水那个停车场下来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view， 小 view。不过它就是离那个清水段，我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这整排都叫做清水段啊，所以就是整个 view 都非常的棒。来看一下，超美的，超美的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一段。整个三井拉远拉近，大概这样子是最是再小一点，这样是最是一然后一点。清水道，就是这个。旁边那一段是不是可以爬？清水道，300公尺后直行进入苏花公路。清水道，不知道能不能走，就有一条绳子可以下去。好，不适合我这个 view。看一下车子，注意一下。上面那个叫勇士山啊，要不要来挑战一下？时间够的。这边最多只能放大到6倍。越过云层，
过重重关卡。停车站，降个制高点。最上车的和平车站。站里面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四点半，厕所。清水断崖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七星塔，看看哪一边的 view 更漂亮。这个声音有没有在那个叫做三仙台有一样的声音？这么晚的，对，来的有点晚，现在是6:05，也都是临时啊，临时决定的，想来就给他来一下。听说啊，这里的石头不能乱捡。哦，你自己漂亮，是哦。我依然哦，打米啊打米啊打米啊，好对，哦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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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盖多。今天点了这个香滋滋后鸡，不是笔记版，我说是太极鸡版，之前有看过，很久了忘记了，那就是价格是这样，79块钱，太极鸡版，一边是正常版，一边是加了竹炭版，就噱头啦，不过它真的是还蛮厚的，赞哦 ，enjoy。